行，一日路上全是你的名，脚步踏好正，抬头向天看，好名声人予人通听。虽然风雨大，有你陪伴的孤单，头顶唱出勇者的歌。我做你的靠山，我做困难拢会行，为你流汗无声。感谢恩落阮心肝，艰苦咱着做阵行，情义路上我是你的名，脚步踏好正，抬头向天看，好名声人予人通听。虽然风雨大，有你陪伴无孤单，头顶唱出勇者的歌。我做你的靠山，我做困难拢会行。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，哇，有因的掌声对不对？一句感谢温暖因的心肝，他们要的不多，要爱无济，就是爱咱大家一个关心，一个温暖的请教，好、哦，请示啦，问候就对了啦，吼、哦，咱再次用普通话来改，感谢这个，谢谢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你这个歌唱到甲大家安尼，规个精神都拢振奋起来，真的啦，咱吼，咱做艺人的人，平常时爱默默的行善，最近做什么好代志不？最近吗？嗯，讲没关系。我其实都有一个小动作，但就是我会有时候我们那个停车不是都有卖玉兰花吗？对，有。我只要有遇到，我都会买。因为我觉得小虽然只有20块、30块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没错，是你只刚刚别想这一嘛，刚刚哎，反正我阿哥也贵用不着。他不要你同情他，是对。但是你有时候你讲买物件，买到伊个变得你的亲戚，嗯嗯，我把车停落来，我玉兰花一提来，搁上你几条高丽菜。真的假的啦？哦，那种感情的啦，了钱哦，无啦，迄个去种的哇，哦，而且头家交代，你也听讲，听一半就好。哎，你安尼讲个，大家就无感觉。喂，不要这样子。哎，雅文最近做什么好事吗？其实我一直都是华山基金会的义工，我大概做了应该快10年了。哇，对，没办法。然后我很荣幸的是，我要当中我替癌症基金会去挂我现在在病房的朋友他们听，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加油努力。是是，做疗愈，像那个可丽姐哈，马西东爹哦，默默的关怀很多弱势团体啊，哎，也脸书都不敢公开哦，他说我会按语碟的下那种。哪有？没有啦，像我跟彩华，我们有一个明星直播拍卖，就是把所有的金额，有时候是全捐，有时候呢就是把所有的金额营业额都捐10%，是每个礼拜都固定的。全捐啊？对，我有个同学叫宋全捐，什么米家都会上火，两分钟会关注。但是我那天做了一件事，我很开心。请说。其实我觉得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，你觉得你帮助了别人，其实你得到最大的快乐是你自己。我刚嘛是看了一个玉兰花，离忠孝东路东华南路口，一个阿妈头要80岁，伊嘛咧卖玉兰花。我来甲讲啊，我要买100，伊讲啊，我无，我今日无早落啊，我你敢会介意讲吼，我无落啊，甲你包。我讲啊，无要紧，我就甲买100。
我心内想讲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伊个玉兰花才一堆，才拄来呢，都无那刷加落啊，要安怎？你知道我落去走去顶好超商那边。我走去顶好超商。我就看了一个卖化妆品的，我说你可以卖我你们的塑胶袋吗？他说哈，我们没有卖塑胶袋，我们卖化妆品。我说那拜托你卖我一些塑胶袋。不可以装玉兰花。对，然后他就说哈啊，不然我送你好了啦。用送的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就送了我，我就把玉兰花通通送给他，然后我就跑回去给阿妈说，阿妈在收购。好你哈你哪有啊你打呗你搞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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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不需要化妆品，所以那天为了一个玉兰花20块开20几班没有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善的循环，我觉得很好。许孝顺，你慢，我跟你讲，我讲你的对吧？没做什么好代志。有啦有啦有啦，最近你暖暖一段的暖暖哦，伊老家重建了，拢伊一个人在处理在照顾。不，有啦有啦，这所有这类的乡里，所有这吼好朋友大家共同，都讲咱有一间真好的庙，有一个真正的主神来保护咱这个居民，啊，咱大家拍拼，可以有场面，参像今日伫遮，咱地府王爷还场面偌好咧。是啊。我徛到即马，我其实我是脚真疼哦，但是今仔日呢，这神明有来保庇，即马这个脚。比豆花还用。今天一多少公里要加油啊你？后来边讲，但是就是讲哦，要到领了就行啦。是，咱拍片以后，咱机会荷花呢光耀门楣。是，我们艺人嘛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当然，因为今天有三个小朋友要来感谢翁立友。哎呦，这些是长不大的孩子，啊，都住在我们这边，啊，我们照顾他们这样子。对，一共长不大，因是所谓的就是憨儿啦。哦，憨儿是啊，所以他们就是永远很快乐，永远很开心啊，永远长不大这样子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大溪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现在要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土地租约到期，我们要搬那个新家了啊，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还需要募款，所以就是立友大哥知道这讯就很热情帮助我们。你看我们就有个立牌哦，立友大哥就做我们的代言人。哇！从今年开始，因为有立友大哥加持之下，我们去很多地方推动哦，大家就很有公信，大家就很支持我们，所以。为了感谢立友大哥，让我们憨儿听说哦，今天有这个录影活动，赶快就跑过来要来帮助，跟立友大哥一起合唱，是应该的。哎，先生，那我这样子哈，因为最近我周边的那些朋友大家到顶，大家都很有爱心，三两七银第三年捐10000给你们，哇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替您做主，坤哥，谢谢。哎哈，我帮老师哥加强一下，就是咱的这人友之家，这是伫咧咱桃园，啊，因这个。厝啊，这个合约交啊，啊吼，过来爱去看，爱去看一块，要看一块地去一间厝，或者小朋友住，啊爱欠吼，啊，拢总这个经费要8000多万啊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土地还差大概1000多万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得帮因吼免费来代言，啊，咱吼那一个专台湾的 7-Eleven 啊，迄个柜台有一个箱啊，亚克力透明的，嘿，啊大概1元。无嫌少啦吼，啊100块嘛无嫌济吼，啊那有法度安尼吼，咱的能力吼做会到的，咱吼加减啊天挂吼，这吼人咧做天咧看，咱的天公伯啊，咱所有神明拢会甲咱看过，好心吼都会有好报，咱去甲因加油一下吼，加油！谢谢。那小朋友可以哪一位可以跟立友哥说话？好，他其实他们都自告奋勇。你代表，你代表，你来说，来。好，你来说。来说，立友哥好，我是有权。有权啊，好，你要跟立友哥说什么？你要说立友哥，我爱你。哈哈哈！好热情哦。祝天君，祝天君，祝天君，安尼祝高水的。好，那你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？陈伟明。陈伟明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，阿星，是吧？那个姐姐，我爱你，哈！加油加油！这个花是要送给，这是我们憨儿做的花。那今天除了送给立友大哥的，想说也送给各位，就是主持人跟各位来宾。谢谢。这每朵花都是我们憨儿自己做的，上面有幸福的快乐，好，幸福快乐。还一朵花，我们要做大概半天的时间这样子。那希望把这幸福散播给大家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